台风已经从台东登陆了，我们持续带你来掌握。目前其实也是在东海岸这里呢，靠近了这里是在恒春满洲的地方的风雨状况。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呢风势雨势都有比稍早的时候再要更强烈一点。而其实呢，也有这边的商长也表示说了，其实像是在东海岸附近的九鹏地区，在稍早的时候是有传出停电的状况，大约呢还有300多户呢是还在停电当中。感觉到呢，目前我们在屏东满洲都是有一波又一波强制的雨势呢，其实都有一直在持续当中。而乡长也表示说呢，其实因为满洲这个部分有很大一部分的区域都是比较靠近台东，在东海岸这里，所以呢，其实现场的风势非常大，风力的测量呢，其实一度是有飙到14级风。因此呢，其实在满洲这里呢，也传出有停电的状况，目前大概是集中在港仔村跟九鹏村这里。所以乡长也要提醒，因为其实像是在长乐村的居民都是在前一天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先行安置，所以呢其实乡长也是要提醒这附近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